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，所以它的大家技术都很熟练了，这种恢复程度都非常的快，一般来说三四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这一般的症状两三个小时就没有了，三四个小时视力开始出来，到了晚上基本上视力就往1.0去了，第二天早上在查视力的时候应该就是1.0 1.2了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，然后早上起来复查一下上班就可以了。